就这渣男就得拉出去剁手剁脚，枪毙他50次都不行，还得再遭雷劈，劈他50次，行了吧？解气了吧？你说你为这种人，你生什么气呀？是不是还哭那么伤心啊？我是为我自己。你说我是不是自作自受啊？嗯，好了，别想了啊。你哭累了吧？又没睡吧？哎，我陪你睡觉吧。我不想睡觉。哎，我也不想待在这儿。我也不想回家。我也不想回家。两杯喜力，等，两杯明天。哎，什么叫明天啊？明天就是20克的伏特加，20克的朗姆酒，20克的金酒，20克的 whisky mix 到一块，然后一口把它干掉。真喝呀？我也没喝过。为什么叫明天呀？因为等你知道为什么的时候，已经是明天了。我不会死吧？小美女，自己喝酒多无聊啊！一起喝一杯呗。走了吧。4杯明天。哎，最后一杯啊！来，乖乖跟我回家去。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女孩会喝明天的。美女好酒量，很少来这儿吧？没见过你们呀。往那边点儿。哇哦！来，干杯！我说，不如咱们去跳舞怎么样？好啊。姐，我不去了啊！走吧。哎，你把手拿开。不喜欢跳舞吗？那我陪你待会儿。不用，我需要人陪我。I'm sorry. Could you forgive me? 这话留着跟你爸说吧。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任何可信度可言了。可以不让我爸爸知道吗？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觉得我还敢相信你吗？最后一次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Please. 先回家休息吧。我想清楚，明天告诉你我决定。我一朋友，哎，把你电话给我留一个。行，一会儿给你打电话。李诞，李飞，真是你呀！我正好跟我几个朋友过来玩。你俩？对呀。老牛吃嫩草啊！你说什么呢？你又喝多少酒啊？一嘴酒味。哎，你跟谁来的呀？啊，小帅哥，是不是刚刚认识的？就你们两个人啊？还有汪小璐，小璐也来了，在哪儿呢？等，那儿呢？哎，行了，行，1点多了，走了，回家了，我送你回去，别喝了。回家，走了，兄弟，下次玩啊。哎，你走了，慢点，哎，你小心脚底下，走了。哥们儿，差不多了啊，哎，上次玩。哎呀，小舅子，你弄疼我了！不许抽，暴露！我喝这么多酒。
说话，快起来，慢点，有事没事啊？走路，走路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啊，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不想回那个家，你少管我。我不管你怎么着啊，你在这喝这么多酒，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我结婚离婚，你管过我吗？啊，你现在说管我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你这些臭男人管我，我照样活得很精彩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今天是我祖宗，你是我舅舅，行吗？啊，走了走了，回家了回家了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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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松松手啊！你这个人什么意思啊？人家都说了不想走，你凭什么逼他来？不是，哎，走了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你管得着吗？就是，你管得着吗？王璐，走走走，你给我回家。你这个人怎么还没完了你？我大姐，你没事吧？哎，王璐，疯了吧？你打人呢？怎么？我怎么不打人了？我打你！我走一边！你打人了？你还行了，行了，管管他！你他妈管！是我女人，你疯了！哎呀，我你没事吧？把他打人！你走！喂，于不凡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赶紧过来帮忙！怎么了？于志恒，你开门！于志恒，开门！这怎么了？真我知道，不是，里边真出了点事儿。二位妹妹，听我说一句，你们稍微往那边一点，这边还有一个洗手间，行吗？那你上那边趴着行吗？我们这急着去呢。行了，别拍了，我是得让李晨过来。我找他俩算账，他吃我豆腐。把自己脏老几个舍得吧，要赔的。是不是你外甥女儿？是你外甥女儿，你就得赔你豆腐。不是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和女孩打架，好意思？我一定走，我上厕所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能不能有个懂事的人在这儿啊？吕不凡，站着站着站着，人呢？哎，吴玉。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喝酒了，以后要少来这种地方，听见没有？不是你干嘛来呀？都喝成这样，你还管我？你赶紧给你打个车。喂，打一车。哎，那我就先送他，赶紧送他回家。到了家给我发个信息啊。行了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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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帮把门打开。哎呦，小心点。你慢点。走了啊，你俩也小心点。我也送你回家去吧。我不想回家，我们再去喝点吧。小鹿，到家了，醒醒，到家了。师傅，啊，您稍等我一下啊，谢谢。哎，好。
小洛，你等一下，一会儿回去了千万别再喝茶了啊！这喝完酒的人胃受不了，你还会再吐的。倒杯白开水，放床头，你半夜醒了肯定要水喝。如果要实在再难受，再去医院找我也行，找你小舅舅也行。知道了。你一人行吗？要不我陪你上去吧。不用。你要不能喝呀，以后就少喝点，要不然还让你小舅舅也担心着。你能不能别管我呀？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别再对我好，行不行？刚才如果不是我在，你现在都回不来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话。看来我今天晚上跟你说的还不够明白，对吧？那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能不能回得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听明白了吧？我说你这人怎么翻脸不认人啊？吕不凡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需要你的关心，我讨厌你的关心，记住了没有？现在连我都讨厌我自己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贱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从现在开始我不想跟你有半毛钱关系。你不是想断吗？那你干嘛不把那些短信提醒都关了，让我天天看你的动态，我烦不烦呀我？好，好，好。慢点啊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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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！来来来，快过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来坐。嗯。二水，喝完酒之后口渴啊。好了。哎，喝一杯。我要 whisky， 纯的。为什么是什么鸡什么呀？都喝这么多酒了还喝？那我走了啊。哎，还没闹够是吧？你还要去哪儿闹啊？你就在我这儿闹就行了，好吗，姑奶奶？我一香港朋友，从苏格兰一个小酒庄拍卖拍回来的。哎呦，四十岁生日那天，他送了我一瓶，从来都没带。今天我就是为了你，够哥们儿吧？够哥们儿。不，你行了，你慢点喝行不行？酒贵着呢，我给你加点冰。酿酒的过程是一样的，那些原料呢，就是人的命，就是出生，它是不能改变的。酿造的过程呢，就是运。我不像小鹿，生来就是上海人。我也不像老白，运气那么好，嫁给老董，嫁入豪门，做了少奶奶。
我光鲜亮丽的背后有多凄惨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饿了，冷了，生病了，都是我一个人面对。我唯一想要的就是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可以相濡以沫，那时候碰到的都是人渣。咱都这把年纪了，碰上几个人渣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就您这评分体系，那是能找到真正相爱人的体系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什么没什么意思啊？我听出来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早点撕烂你的嘴了！你每天都说我什么，对着我干什么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喝酒行吗？喝喝喝喝，我喝喝了。声歌颂忧郁，谁要听你唱歌呀？嘴是用来喝酒的，好吗？什么差不多了呀？酒呢？哎，你听我说，回家啊，听小优。我不要回家，喝酒就要喝痛快。你要干什么呀，吴宇？别闹了，下来。赶紧下来，我你不光脸了，自己走吧。说里边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开门啊！嗯，不是。于志恒，于志恒是不是你？开门！啊，别敲了，我马上就出来。于志恒还真是你啊！你不让别人睡啊，你自己到睡眠室。
他妈没事喝什么酒啊？哎呦，起来了！哎呀，注意点影响啊！什么影响？那密室那床就是一道具啊，这禁不住折腾。不是你凭什么就这么说呀？你看见什么了你就这么说呀？哼，我还用看见吗？我拿脚趾头想都能想出来你不是一个人。哎，嗯，汪小璐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我昨儿送她到楼下，然后俩又吵了一架，我们俩现在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交流。挺好的。嗯，挺好的。不是你没睡醒的吧？我俩吵架还好啊。一本什么呀？嗯，绿的什么东西？芥末吧。请进，小姐，太太，请你过去一下。哦，我马上到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干嘛？坐吧。那你站着挺好的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还挺横。你是不是觉得昨天你跟我说了对不起，我就应该原谅你啊？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过是吗？我可没这么说过。你要非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倒真想请教你一下啊，这事如果发生在美国，你妈妈会怎么做呢？你没必要处处跟我妈学，反正也学不来，想怎么叛逆是我直说。好，你听好了啊，2周之内禁止你的一切娱乐活动，每天只能上网1小时，出去玩2个小时，跟谁在一起去哪儿，都给我写这本上，联系方式给我留下，方便我跟你爸掌握你的行踪。别给我打马虎眼，我会一一核实的。还有，我给你的赔偿不是无偿的，你要还给我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偿还的方式就从干家务开始吧，干到你离开为止。说了半天，还是让我做家务呀？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薇萨，我跟你相处这段时间呢，我发现咱们俩只有一点是共同的，知道什么吗？就是我跟你，都不希望把事情闹到你爸那儿去。
所以，我现在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在通知你。Really？ 我认为这更像是一个 order。This is a threat。随你怎么想。你也可以不接受我的方式，后果自负。我要回美国。可以啊，只要你买得起机票。没其他的事了吧？哦，对了。Have a good day. 你是怎么搞的了？哎，我让你礼拜五通知我的，今天都礼拜几了？礼拜二了，侬晓得吧？你是做银行的，你知道的，这一出一进，我得损失多少钱了？真是……哎，你再听我说话不啦？小吴，小吴。啊，是什么？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户的是吧？不是的，我对不起，我这让我把钱拿来的时候说的这也好那也好，我现在把钱交给你们了，当我是空气不存在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要找媒体来曝光你们，把你们经理叫来，不要，把你们经理叫来，出什么事情了？弄啥呢？我是这里的部门经理啊，阿姨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。哎呦，你们这是什么银行了啊？会有这种服务的？阿姨，这样好吧，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，我们到外面去说，我们出去说。你要好好教育你这个。我肯定，好好教育。太过分了，真是。对不起。哎，不要生气啊！好好教育这个员工，哪有这种人了？别说了。阿姨，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气了，这刚才是我不好。小吴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阿姨妈妈的钱很少，不当回事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你们钱很多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阿姨，我想了很多补偿的方案，我们这还有很多可以送给你们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我来又不是为你们这种补偿了，什么一桶油了，什么一袋洗衣粉了。好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再把我的血汗钱交给你这种管理，真是见鬼了。给我进来，经理，你坐。别跟我来这套，你有这套本事，你去搞定客户去啊！哎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我见到过人家丢客户的，我没见到过像你这样的。吴宇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私人生活上面有什么问题啊，但是我希望这都不要影响到你的业绩。你跟你那个 VIP 客户的事情。我在同事嘴里听到了很多不好听的话。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。业绩波动是一回事情，但是在管理上，我们揉不进一粒沙子的。自己好好想想吧，啊。想清楚了，要不然下次不是我过来跟你谈这些问题。真是的。嗯，起来了。你把钥匙放我这儿了。你什么时候把你钥匙塞我包里的呀？哎，我说，那你昨天晚上怎么回的家呀？啊，我住附近同事家了。那你说吧，我等会儿怎么给你啊？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中午去小舅舅那吃饭。我不去。干嘛呀？那么大仇恨，他又骂你了。他敢吗？我还生气呢，别老生气了啊！生气容易老，而且那个你一生气一认真，就代表你输了。反正我不去。啊，昨晚事儿你跟老白说了吗？这多丢脸的事儿啊！我有那么笨吗？自报家丑。明天是一种酒，吴宇一口气干了十杯，一杯就顶六杯呀！你想想。醉得那叫一塌糊涂，整个夜店就看见他一个在那闹腾了，根本就拦不住。你没拍个照留个证据什么的，有好勒索的。就他，他要是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，我给你跪下。后面发生什么了，马文龙？啊，忘了。反正能让我们吴宇喝成这样的大哭一场，肯定不是小事儿。哎，吴宇，我想了。以后
与其让老白到小舅舅那打听咱们的消息，不如咱们主动坦白，你觉得呢？大柱啊，你那点破事儿不新鲜了，我不感兴趣。吴宇，说说吧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先别说我，啊，白素心同学，说说你，在我们俩这么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对啊，麻去了。你们俩给我记住了啊，能阻止我飞奔到你们身边的只有两件事，一件是太平间，一件是公安局。谁死了？没人死了 ，Visa 那个小次了，昨天晚上开着跑车跟人赛车去了，被警察逮个正着。那就好。还好啊。啊，他人没事吧？人是没事儿，反正车撞了赔点钱就算了。我还没跟老董说呢，小次了还不知道感恩。这一老一小真是够受的。别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吴宇。怎么回事啊？新规矩怎么又惹着你了？哎呀，今天也不要说我，没放过我。至于吗你？不就失个恋吗？谁一辈子没遇到几个渣男渣女啊？你。吴宇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没来之前呢，汪小璐说了你很多坏话，你现在呢要投怀送抱，指向他，我还可以放过你。没事，吴宇，我不难为你啊，我自个儿说。是这样的，从此刻起，我要忘记过去发生的所有的一切的不愉快的事情，让它随风而去。我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汪小璐，你真是对，你必须这样。重新再找一个男朋友，气死那个吕不凡！真要想气死，说明还在乎。真的不在乎了，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，对吗？嗯。你不能在错的人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。有的时候你特别珍惜的东西，别人弃之如草芥，这才是最可笑的。谁对你弃之如草芥了？方小雨。不是，你不要再提那个男人了。跟你讲，那个男人就是个人渣，十恶不赦的王八蛋，人渣中的人渣，再也别提了啊！谁跟我提他，跟谁急。没了老婆就没了生活哎。我这逛街你都跟着，明天我约了 SPA， 要不一起啊？你甭得了便宜卖乖啊！你这正好赶上我今儿没事儿。看过那漫画吗？说男人和女人分手以后的区别。什么区别啊？这女人呐，分手以后呢会哭三天，然后呢就嗨了。男人呢？嗨三天，然后就二了。我看你现在基本上就属于二的阶段。小爷，我嗨着呢啊，我就是想哭我也哭不出来。希望吧。哎，这件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真的不抱希望了啊？哼，都说破镜重圆，破镜重圆。可你说这镜子真的摔破了，谁会把它粘起来重新用啊？那照出的人都四分五裂了，怎么用啊？不都去买个新的吗？行了，你要能争过这坎儿呢，也挺好的，自己看明白了，兴许你们俩做朋友呢，比做夫妻还好。我跟他，切，我跟他才做不成朋友。你这人吧，就跟小学生一样，跟人吵架，生完气以后呢，别人来哄就好了。过两天呢，又吵架，别人再来哄，然后自己再发誓。哎，这次不会了，永远都不会了。老白，嗯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说两个人的感情就像银行里的存款，吵一次架呢，这存款就少一点。我跟李不凡现在已经没有存款了，我们两个到了销户的时候，哎呦，哭什么呀？你真是，来，猜猜，什么事？老哭有什么用啊？你看你，我知道特别没出息，每次我都说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每次我都忍不住。好了啊，我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每次吧，我看见他，我就没有勇气告诉他，其实我心里还有他。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。
老白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爸我妈还不知道这事儿呢，我到时候怎么跟他们交代呀？行了，先别想着怎么跟你父母交代了，先跟你自己交代明白最重要。小鹿，这可能是你人生中遇到最大的坎儿了。外人呢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只有真的经历了才知道自己有多难受。总之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跟吴宇都会一直支持你的。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是开车呢，你。要不然我就去自杀。嘘，别说些没用的。You jump, we jump. OK， 好了啊，别哭了。服务员，哎，这两件不要，其他给我包起来。好的。哎，听于老板说你彻底搬出来了。是啊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特豪华一洗浴中心。洗浴中心？嗯。那能住人吗？怎么不能住啊？舒服着呢，设备齐全。你可真行。干嘛？抱怨我？知道你是净身出户，别装了，就几块。哎，行了，别跟我逗了，我能拿你的钱吗？我可没说给你啊，借你的，给我打欠条。你的密室要是赚钱了，双倍还我。哼。哎哎哎，买单去啊。是办的时候不说过吗？如果不想要了，随时可以退钱退卡，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呀？是这样的，小姐，我们是有规定，您办卡三个月之内呢，退卡是可以退款的，超过三个月就不行了。当时你们办的时候根本没有说过有三个月的期限呀、啊，你就帮我退了吗？而且，小姐，您这卡还用着呢。不可能啊，我都100年没游过泳了。这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退卡，退卡干嘛呀？这卡我还使呢，你给我算一下，里面还有多少钱？这里面还有1450块钱。这卡我要了。要，这1500，那我是不用找。哎，小姐，您钱拿好。李不凡，你站住！什么事儿？找你50块钱。哎，明天有空吗？